超美的。多美丽，小美丽，所以这里是小美丽。对。那我是好美丽。好美丽。淋雨淋八天开始。好，爽。淋起来，淋起来。这里是以前，哦，真的会忘记。这里是以前日本人修筑八通关古道的时候的其中一个住宅所，它很大，上面那边是厨房，一直到大概中间的位置都是警察的住宅所，那剩下在那边过去。到过去，现在已经不能过去。那边是学校，就是繁童小学，是原繁就是原住民。哦，原住民在读的。这张照片就是那边的小学。那我看这两个穿的比较不一样的，然后穿的比较干净。日本小孩。对，日本警察小孩。然后这边就是警员，日本警察的老婆抱着都是比较高级的小孩。这边其他都是原住民的小孩。他当时的警察非常有威严，不只是警察，还教书。所以你看你有没有教书？我教书。教了什么书？我教书。对，没错，所以这是以前的照片。那这个木栈道都是后来在盖的。以前他们这样把住宅所盖掉，最后一个原因是，就是有那种日本警察的威严，觉得你要走上去才是，而且走上去你看到的那个位置就是当时候的大门。克西帕兰的石碑，以前是那时候日本人在土地，统治泰鲁格族的时候，统治成功了，所以他觉得对原住民用统治、用武力、暴力这一招是有用的，所以他们来山上的时候，就用同样的方法对布农族，然后就有一次来山上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布农族的头目抓来。然后把它倒掉，像用火去熏它，然后就是示威说日本警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管制。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被羞辱了，就回去他们部落。然后里面那个布农族里面的族人全部，大家都觉得何其侮辱。他们平常在山上的工作就是受雇于日本人嘛，就他们帮日本人的工作就是。戴黄毛，戴些什么？戴那个樟脑了，不是黄毛，黄毛是刚刚的事情。樟脑回去平地，就是帮他们做运输的动作，帮他们做劳力。然后有一次，一如往常的，他们跑进去那个住宅所里面，问那些警察，布农族一大早四五点的时候就进去那个住宅所里面问警察说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上去山下的？我们这一趟下去顺便。然后警察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他们全部的。然后杀进去，把全部都杀光光，就几个警察全部死掉，只有一个人逃走。这就是这，然后这个地方叫克西帕南，这就是有名的克西帕南事件。然后在这件事件没多久之后，前面一点那个地方叫大分，又发生一模一样类似的事件。Thank you.
重？7点。这摔下去应该不会怎样了。干，压就是骨折的靠背哦。真的北蓝的啦。哎，走走，一口气，你不要回头，一口气。结果阿水的登山寿命就终结在这个无聊的吊桥里了。哎，他是整个石头被拉起来了，这两年是有被撞的。哎，真的比较快哎。没错呢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哈，没错，是他只是走走到一半被杀死，所以就立墓碑在这里。巡查跟爱男爱勇都是警察的意思，哪一个？三英桥，昨天外国人讲鹿角，公子啊，三英住在所。那边有路吗？各种大空地。三英桥，他的音写的不是很对，难怪我看不懂。十里住在所，就这个 Tusato 超完整的，你看。哦，这样搞轻松多了。十里住在所。烟酒公卖局，十里住在所成功耶！哒哒哒哒哒哒哒 ，Dai Nippon Beverage Corporation Limit， 大日本。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成功。第一期工程的终点，所以到这边，懂的。爆癌！哟，爆癌商务。干还6K，娘嘞！算了。超远的。对啊，蛮远的。刚好4K而已吗？马皇步道。哎，那个马皇怎么是立体的？站起来。
巧克力吗？我有。我们有啊。爆癌就是浓雾的意思。哦，是哦。我还念，我还念。浓雾的意思直接说明了这里的环境。日本警察的音译命名为“花盖爆癌”。住宅所位于山侧，越岭道由住宅所前方博坎下经过。博坎。博坎为人字形切法堆叠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平均高度3.3公尺，总长与结构之美与13里多美丽齐名。好高级哦！厕所是打开了才不会臭。有人吗？是要从侧边进去啊？正门吗？有一个防熊箱。嗯，门都要锁起来，不然会被风打开的。不然熊会跑进去啊、嗯、对啊，坐在那个树底下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先帮我位拍，你就坐在这个树底下。很漂亮哎，这边。超美的。多美丽，小美丽，是这里是小美丽。对。我是好美丽。好美丽。